拜托拜托，连这个都知道。哎，新手要讲一下。不是，一直以来前面都是牛排放啊，我开场还有说两个一开始前面在教人啊，前面在教人啊，前面在教人。对呀，泽平都没玩过，他没玩过啊，没有啊，没有玩过啊，是都没有，那你没有啊？怎么讲啊？对，我以为你有玩过。哦，对啊。好吧，那我们打观众好不好？好，可以正式教你了。刚刚太乱了，不好教。真的，你们飞出去都教他，我希望观众进来。好，泽平开始喽，一开始喽，开始喽，开始喽，开始盖跑酷喽，盖哦。你有玩过歼灭吗？对不对？嗯，哎，像你刚刚讲的，就是一个人去采资源也可以，然后锁家也可以，然后另外就是他的进攻方式就是盖倒过去。有听懂吗？每个岛有特别的东西。那个，有点大概。那就看你教，就看你教。我觉得我教的更烂，还是繁星大师教吧。你教。开推了，开推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教。就是你可以飞过来，现在创造飞过来这边看一下，繁星 TP 过来，就很多的岛。海之龙上不能放啊！等下你是哦哟，海之龙因为你看我们刚刚这样玩的，就是你看到其实一格一格一格的，就是我们一开始是只有中间是全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们就是自己去创，你们想要创什么岛，像这个叫牛排岛，就它会生一定时间分成牛排，然后旁边这个绿宝石就是从这边拿，这边有这个绿宝石岛，就是我们都要自己去买回来放在这边岛创岛这样子。嗯，然后左边这个是加分祭坛。就是我们的胜利方式，胜利方式就是右边的那个积分表，到看它设定多少分就结束。那这个积分，这个叫加分祭坛，哎，它只要存在的话，上面有这个核心，上面加的分数会一持续在增加。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对方暂时不要增加分数，然后我们一直增加，这样就会赢。嗯，然后这边也可以弄装备，这个工作台的这个是负责弄装备，就是会一直掉经验值，然后会掉那个青金石。你可以附魔装备这样子，那装备的话就是由那个绿宝石去买，这样。它最多是盖这四个吗？对，它有限定这个数量。对你玩到越后面，它可以盖的越多，但是东西一开始好像只盖三个，是不是？可以设定。其实刚刚三个。啊，一开始这个绿宝石是三个，加分也是三个吧？加分。欸，加分两个，加分两个，两个。第一阶段之后了，敲开之后，然后就来这边介绍，稍微介绍商店那边。然后商店它这边的话就是有四只，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上面有写，一个是核心、珍奇、植物跟武器。那主要是核心商店这个，就是像刚刚你有看到有些什么加分祭坛，有一些那个绿宝石祭坛，你要放我们的小核心上去，就是我们的是红石砖，他们是青金石砖。欸，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核心放上去的话，那个才会启动。它这个砖是在这边买，跟最左边那个核心上面买。那你要破坏别人的稿，别人的核心也是用这边买，这个核心破坏稿在这边买。那这边分的资源就是两种了，一个是铁锭跟绿宝石。嗯，你看它上面要需要什么去买这样子。那反正前期第一次玩就稍微熟悉，耍个费也应该还好啦。然后你可以在家守家，就弄好一套装备之后，然后守家。然后这一排的话，就是下面有亮起来这个灯，亮起来的话表示这个岛就可以领。像假如现在如果32铁锭的话，我买这个加分祭坛是不能买的，因为已经买满了，这个灯是熄的，你要点它就没有用。嗯，啊，如果说你点要点这个的话，哎，现在好像不能用。就是这个你要买的话，就直接点告示牌，它就会给你一个这个东西这样子，然后给你一颗蛋，那放那个。放那个创岛的方式就是他会你点完之后给你一颗蛋，蛋的话就是假如到这边来，这边你看到这侧面有一些这个石英，嗯，你就是站在侧面把蛋放下，放对它点一下，它就可能会有偶尔就会蹦出个什么类似这样的东西，结构方块，哎，结构方块，然后你再还要再买一个压力板放上去去启动它，嗯，它就会创岛，就是这样子。
嘿，累的那个就是因为有人就是放了一个，然后在压力板踩下去就那个了。放倒的时候一定会有点小卡，所以要先防，要先用鸡蛋，然后放上去再买一个压力板。嗯，买泽平，你要想的就是装备是在家里换，好不好？嗯，装备前期都先不要换，因为绿宝石我们会用到。你就看到大家都开始换的时候，就是你身上有绿宝石，那在商人或者是点这个箱子都可以。嗯，你就是拿它会直接扣除。好 ，OK。嗯，那你等一下没关系，你等一下就跟我一起免洗去冲。好。嗯，我刚刚就一直在免洗冲。嗯。为什么红队主导还在被破坏？啊，对，我们还没有选队。我们要选队，我们都是红队。对。那很凄惨的声音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冷静，冷静。这个点是干嘛的？哦，从快速上来就对了。哦，哎呦，哦，作者是那个，怎么了？跟汪汪一对哦。哦，什么？啊，那个水流。哦，所以他改的就是这里，让这里也可以游上来，快速。偷袭战术就可以冲上来。哦，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哪里？主导要换了，主导要换了。哦，没在看哦。哦，这边水嘛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巴拉西啊，巴拉西，死巴拉。这个咒病有换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挑战看看咒病。咒病来，哇，那个这不是很难打的那个吗？难打的，所以才前面站两只的那个。哦，对。这我好像没玩过了，嗯，不喜欢这张。哎，这直接开放式的，那没墙壁啊？没有，对啊，没有。他那个跟你讲，有很多的，他周围很多守卫，对，还有很多守卫者可以放。啊，然后角落各四个啊，各一个，超多。这个你可以看我，哎，啊，这里啊，这个就是守护者岛，你这边就可以放小河，放了小河，他就直接升。哦哦哦，所以前两个后两个守护者岛挖掉的话，它就不见了。对啊，可是你就是放小盒就可以不。然后在这里也是放小盒的话，你可以去买那个守护者的蛋，这里也可以放。所以它总共可以四五六六只的样子。哦，很难打进去啊。对，这个我当初你们好像第一次玩的时候，我没有参加到。啊，有玩过几次，嗯。很难打，很难打，这样超难打。还有更新过，我们就来看看，而且守护者也变弱了，所以可以试试看。AR 商店怎么进去？哦哦，反击为什么这么远啊？来玩它。对啊，而且你要上去的时候，还要走左右两边，要绕一下，怎么办？出生的时候是在哪边？这边？上面二楼。对对对，上面，所以还要我们去商店还要跳下去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摔下去。嗯，好麻烦哦。哦，你还没换队哦。好，我去换一下，我刚盖好。这次的跑酷超佛心的，已经称不上跑酷了。这叫变身，冲起来，冲起来！佛心公司，佛心公司。那我们中间是远古名誉，这个泽平跟你讲，等一下中间非常的棒，尽量去玩。嗯嗯，尽量去探。对，中间很多的大秘宝在等着你哦。好。海贼王更新，欸，哦，好，看一下。破坏模式，为什么作者在这一直挥？这个，因为我原本想说等他走过去来打掉。我还有新的模式，不过，哦，这是未来。未来，哦，下一场可以测试看看。哦，原来没开始箱子在这边哦。哦，哦，哪里？哦。这样子哦，要这样子进来哦。哦，什么？哦，观众是不是只有七个啊？啊，有一个跳掉了。哦，怎么了？他说 wait， 我们快哦。哦，好，都来了。OK， 哦 ，OK， 我们就来咯。我们
7000分。好，7000分。7000。7000。哦。哎呦，这个粉红色。哎呦。哎。下树。下树。竟然下树吗？泽平，记得一开始把铁存下来。好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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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进商店，进商店，绕一圈进去。绕。商店可以点告示牌，可以。看大家。哎。我的剑被吸走了，刚回溯了一下，有刚刚大家都看两次吗？刚才读取，看看清楚，给你，都给你，我就自杀了，都给，我不知道我该开心还是开心，很好，有人把钱丢给你，对啊，拿有人拿钱丢你耶，好棒哦，真的好，我全都一块钱，我现在银行就可以用吗？有刚刚刀我这里有，刚把钻石剑当荣耀战那个荣耀铁斧扔给王王。哎、欸，这个，有没有这样放倒？哎，连两座牛排哦。OK。然后绿宝，牛排，要再买岛哦。要买那个小核心，小核心。我先买两个岛。前面的岛我有买。他们也盖得很快，没办法，我要先拐右边。来来来，没有卡住。走，他们到了吗？他们快换核心。哇，他们最后选择跳药哎。哇！哇，坐着，直接健步如飞啊！啊，这里改过了，中间真的直接就可以走了。迷宫可以去抢大米堡，他们都来了，源源不绝的来了，救命！大米堡在哪？这边，我差一个铁。这边砍他！他那个哦。这边砍他！是，我要买稿子。哦，你要买稿子哦，好。哎、欸，那个，你怎么在对面？啊？我方向。不是我在迷宫里面迷路了。我看到你在对面，吓死我。好，我先复活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我要找大米堡了。这迷宫一点都不迷了，真的吗？啊，我还是在迷啊！我说他中间已经跑过来了，好不好？以前不迷，你骗我，我还没，我直接跳上去就可以直接爬过去了，他更新了。嗯，这迷宫中间是不能直接走的。这不是会有一个好像断崖的地方？救命啊！我们在哪？那个另外的地方在哪？他们会一直来，一直来哦。小薇啊！我先换一些基本装，受不了了。他们来挖了。哎、欸，不要让作者上来了，他刚刚来找我，我刚刚在找大秘宝。这里被找到了，被找到了，被找到了，被找到了。我拿到了。好、哦，还有、哦，那我要回家了。有两个，两边都会有，各一个。他镜像。你们先去前面，我守绿宝石。哎，放心，放心。叫我干嘛？要讲后面，繁星后面，繁星后面，繁星，繁星干嘛？我正在塔人哈。繁星。没关系，稳住。不是，附魔，就是跟附魔台有吗？好，一个都不讲。哦，好多人，牛排这边，小心，来了。哎，两个，都免洗的。行。然后他送牛排。我两个盒掉下来了，你有捡到吗？你两个盒。欸、没有两盒，这么多人啊！安，回来了。哎呦，小心哦！你怎么穿皮革装啊？他里面是我的皮革装啊。中间他的那个改动就变成他们直接就是直直走啊，就等于是直。不用绕迷宫 啊，除非你需要焦虑宝石那些。我觉得之前在绕迷宫还蛮好玩的、啊。到了没有？啊！就是、你要走中间，就要有很大的觉悟。是，嗯啊，前线所以 OK 吗？没有，没事。爱心，等下还有哇，我以为他死了。哦，是泽平。呱呱人，哎，家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放那个力量岛出来。我先去。你想放哪？在前线放前线。那个宝物拿完了吗？拿完了吧？杰瑞不是刚拿了一个？嗯，拿了。宝物主要里面就有那个啦，一个回归石，其他都两个没有。它这个是两个，不是还有一个击退的？哎、欸，我柱子怎么掉到你们后面？对对对对对，他变魔法、啊。
他从上面来的。Magic 上面，你看这个很多洞。我先按钮怎么按啊？可恶！他当然知道他设计的、啊，他是作者啊，啊他是作者啊。把他当白痴了怎么办？他刚刚直接跑到你旁边，你知道？对啊，我知道啊。那我后面不是巧克力吗？白痴、欸！啊，我没有买小盒，我有。哎呀，力量打到小盒了啊！有力量。那边通道有一个人，哪里？要过来、欸、那可以升级。